喜欢看灵异节目、探险直播，但你有胆置身其中，亲自体验各种诡异灵动吗？独立团队 Digital Cyber Cherries 在未来游戏展春季展2023中公开了旗下实境类型的恐怖游戏新作《超自然故事 Paranormal Tales》的实际影片，一探极度惊悚的实境灵异体验。游戏采用 Unreal Engine 5开发，拥有非常拟真的画面跟音效。最特别的是游戏运镜方式，是透过手持摄影机和手机镜头的角度来呈现。我们将进入虚构的恐怖镜头记录委员会所收藏的影片档案里，以第一人称体验不同人物、地点发生的诡异恐怖事件，有废弃屋子体验、黢黑的森林，甚至是自己家中等不同主题，各种恐怖场景将会排山倒海的朝你袭来。超拟真的场景加上主角惊恐的喘息和心跳声，带来强大的压迫感。超自然故事 Paranormal Tales 预定今年于 Steam 平台发行。喜欢恐怖游戏或看人玩恐怖游戏的玩家们，绝对不能错过。